今不走，走在何老你救命？老何尸体对鬼地并无用处，速度切望群枪过河水方便，莫再为难。并非为难，只是英雄坚定的规矩就是这样。实在坚定起来人，拢要有母方安葬，不得再多说。分不开也是小兵所见，不敢违逆规矩。违规现场留住尸体，另有他用。否则这种规定，苦水毫无意义啊！恰不可误会。武吉殿无想以强硬手段突毁尸体，请你认清。我也不认为武吉殿有办法做出战场之中任何一步。真好，后会有期。请。只知影，当我路爱去行，爱命都命完拢是命，拼做拼是拼出输赢，这款的生活才有咸正。阮是个岁月流云，袂伴着滚滚风沙，消失在勇气之下。站在风雨中，手捧着酒，一嘴饮乌鸦。烧酒温暖我的心，雨水也沾了衫。命运如此，无什么好怨叹。面前的打击，但我也是我，继续追求着自由潇洒。哪款是哪面色啊？你的微笑都敢是？喂，稍等下啊，小姑娘啊！什么官职？什么规定？本至尊只不过向你借一块尸体，你摆什么架势？师徒笑问，这里唔对路，讲无必要多谢人是你，讲动口不动手的人也是你，结果呢哈？用至尊气成这样，万一至尊老上三长两短，你担待起吗？哼！既然你敬酒唔吃，要吃罚酒，那本至尊就好好回敬你。至尊的意思是，把我围起来。金秀开带领大队围困英雄阵容，分不开也献出许多手艺尸首吗？英雄阵容会再度掀起风波吗？皇帝，皇帝啊！一声一声深情的呼唤，能救起在失眠幻境中之内的惊鸿六魂吗？你敢是不定性情有别分？真穷帮是要赶去赴死性，不是我，是一夜叔啦！一夜叔尚未脱困吗？风声相夹。生比三贤红铁，又做灵山相谈掠去，到现在生死未卜。一夜宿府顶神通，风声对行不通了。这里敌不敌之啊？一比相谈掠去时阵，也是一尊的银枪，无法挣脱红铁之苦。拜托一个，请您紧跟我讲，灵山在哪里？我若无看到一人，都别放心。奴秀是在东京，可是在所学浅。无能为力，老友，你行遍天下名山，
该知影灵山在哪里吧？苦地拜天堂十八钦，在东行300里的千秋之阳。多谢。哎哎哎，非常人连一点仔定性也无，爱加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来不及咯。既然来不及，就卖着急，都是来不及，唔才会着急。圣僧对一条水的关心也已言表，老友，你就卖再触动伊咯。我只是提醒，灵山难登，相谈难见呐。听起来圣僧此去受危险了，你不甲讲清楚，万一我不杀敌人，敌人因我而死，你就罪过大了。是无耐心听我讲完，怪不得我。我看咱先陪圣僧往到灵山拜访相谈，顺便探探一夜宿的消息，免得圣僧单独进去冤枉受困。好吧，我暗度就灵岗再去了，那就紧行。在正面，哈哈哈！千山脚怒猛林，一花兄来垂定聊天开讲咯，哈哈！我可以激光的太极阵，一心传下表面无灵，一群机枪，激光机关啊！你莫可以做旧梦。三重之枪，四重之钢，惊天惊人的武力，小比恁顶上四重多半。这个时阵，飞空悟空来自北高山降临怪兽，以西王之间的攻门所吸引，成立镇流龙。龙怪物。李小璐，你一定是盼望完，你叫做盼望完吼？没错，这个屁目嘴连一丝仔讲无变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本姑娘叫灵，啥？哎呦，什么灵凤？盼望完啊，我是红目鸡，和你吃灵迄个红泥母，无认识。小等你，你唔捌我，我是捌你。你的心门上有三片金色的蓝片，是你细汉时阵的胎记。那不相信，我便给你看。再前进一步，一转当场。哎呦，唔通吓我！俗语咧讲，生车一边，用的功劳较大天。我阿妈基对你有天大地大荣誉之恩，相信你一定下不了手，对唔对？唔通靠近。让我看你头顶上金鳞，证明你就是盼望丸。盼望丸，盼望丸，自称灵的姑娘，真正是盼望丸吗？灵为何要对道教的人赶尽杀绝呢？全身闪亮怪兽，也是魔鬼假修吗？那么千山角落，也是魔鬼本体吗？一花香使用分钟，就能真相大白吗？剑棍共度叶秋天三代高手，这股水因一老的妙文会如何呢？武吉殿有能力抵制神秘的天外风界吗？精彩好戏，请你继续做看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英雄本》第31集《素还真的难题》。